什么是状语呢？状语是用来说明事情或者是动作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方式等等。来分析这两个句子。第一， She placed the piano in the bedroom. 她在房间里弹钢琴。那么弹钢琴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哪里呢？对了， in the bedroom, 所以它就是状语。In the bedroom, 也就是事情发生的地点，所以它就是地点状语。第二， He goes to school by bus. 他坐公交车去上学。那么他是怎样去上学的呢？表示怎样，对吧？也就是一种方式。去上学的方式是坐公交车，所以 by bus 就是状语，它是方式。状语，去上学的方式。